I have to admit, just now, when I was coming to your keynote, in the car, I fell asleep. And so right now I'm a little bit groggy. 一上台就爆出如雷掌声，美超为执行长梁建厚 Computex 演讲再度找来这位特别嘉宾，正是他30多年的好友黄仁勋。够水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东西吗？跟天使一样漂亮。啊，这只嘞，啊，这只是everything啊。 梁建厚展示自家 AI 伺服器，里头通通都是回答产品。两人演讲中还不时同步开启台语、中文、英文三声道。第一年，咱讲台湾话超三分之一听唔了。Sometimes we speak Taiwanese, sometimes we speak Mandarin, and then when we disagree, we speak English. 两人又是搭肩又是拥抱，逗趣互动，大展好交情。尤其这两位科技业巨头带领的公司透露在台设厂计划，不少国内县市听到消息都蓄势待发，至少9个县市长都表达意愿，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哲就发文，以 AI 产业基础设施，还有最棒夜市大力向会议打招手，就连新竹县也都展现企图心。我们也非常乐意的来提供所有的用地，如果我们的。 时间是在5年之内的话，我想我们的竹科山崎、台资园区啊，都可以来配合。被封为 AI 妖股的美超维，同样也有好消息。嘉义县长翁庄良证实，就是知道梁建厚是嘉义子弟，已经和梁建厚的弟弟梁建发通上电话，邀请美超维要返乡设厂。AI 浪潮席卷，科技厂商机爆发，大老板想回国设厂，也让各县市抢着争取大好机会。华视新闻陈吉安、甘美欣台报道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